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！我们看课本20页。好，那么上次讲到啊，因缘观啊，就是观缘起啊，那么对治愚痴。那我们说过，观缘起其实不离开观身心境啊。就是说，观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啊，那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那么你会发现到，生命是依业而有轮回。那你在观这个业到底是怎么来的啊？那么你会发现，它是由烦恼造作而来，不离开身口意业。那你在观啊，这个烦恼到底是怎么来？你会发现，它不离开根尘世。啊，就是心对境，啊，就是我们的感官面对境界而升起种种的烦恼，所以它不离开所谓的六处入处。那凡夫跟智者，都是啊无明见，就是由无明复啊，那爱结系感得持有事之身。那么这个是一样的啊，我们说它主要是这样啊。那么凡夫跟圣者，这个都是业报身啊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由无明复爱结系，无明所复爱结所系，感得持有事之身啊。所以我们叫做业报身，感持有事之身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缘起里面最前面的啊，无明行事名色啊，就在这里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不一样的在哪里啊？不一样的就是啊，在下面造作的业下面啊，前面啊，这个业报身都是这样来的。那但是智者他能够从根尘世啊，就是心面对境的时候，那么从这里去截断烦恼，那么这个烦恼不再相续，或是它可以减轻。那么个业不再相续，那么他就可以截断这个生死之流，啊，这个是佛教我们观缘起最主要的，是要截断烦恼，觉察烦恼，控制烦恼，觉察烦恼，调伏烦恼，控制烦恼，然后才能断除烦恼。这个是观缘起最主要的，就是你要观生命的缘起，观业的缘起，观烦恼的缘起，那么这全部都是在观心的缘起。啊，其实最主要是这样。那心的缘起里面最重要是要见到，观心的缘起里面最重要是要见到无常无我，啊，所以你看四念处，从观身、观心，然后观受、观受、观身、观受，受其实就是在于触受，那么触受之后就会有爱取有啊，所以最后会观到什么？观心，心最后一定要观五蕴无我。叫观法无我，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啊。那么我们说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啊，那么见法就见无我。那么基本上，这个是佛教我们啊，怎么样截断这个生死最主要的观法啊。所以要缘起是佛法的核心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上次说过，那么缘起里面。啊，那么从杂含里面啊，缘起甚深，涅槃甚深复甚深。从这个中阿含的大因缘经里面说到，啊，这缘起甚深，名义甚深啊，名就是无名尽，把无名断尽的就是名啊，其实就是涅槃啊。那么这里来知道啊，那到底什么是缘起？不离开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啊，因为世间有五蕴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国土世间。那么最重要的是观这个五蕴世间啊，那这个是佛法里面一个核心思想。
离开这个，你讲佛法都不对啊。就是离开这个，观照五蕴身心，让五蕴可以就是不再相续轮回啊。那么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依这个而有的啊。就是说，有情世间是依这个五蕴世间啊，就是因为最重要是对人说嘛啊。那么国土世间是依有情世间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好。那这里讲到啊，他说，那么缘起法这么深啊，因为上次讲到缘起甚深啊，缘起法这么深，聪明的人都不一定观得来，想得到。那么愚痴的人怎么能想得到呢？那你用这个缘起来对治愚痴，缘起甚深，那愚痴的人怎么能够观得来呢？啊，然后现在来讲这个，他说。愚痴，我们说的愚痴，对治愚痴，这种愚痴不是像牛跟羊啊动物那这样的愚痴，因为佛讲缘起是讲给谁听的？是讲给三恶道听的吗？不是，讲给谁听的？讲给人听的。人虽然他讲这个愚痴就分类，如果是三恶道的愚痴，就是三恶道为什么会堕三恶道？他烦恼比较重，第一个他业比较重。啊，那么业障碍住了。我们说有三种障碍，让我们的智慧不能开。第一个是果报，就是果报啊，就是三恶道的果报。那他会堕三恶道，他主要是啊，他的这个恶业比较重，啊，愚痴比较重，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嘛，障住了，智慧不能开。那一种就是业障啊，比如说周立盘陀劫这一种，周立盘陀劫过去因为毁谤。啊，比如说毁谤这些圣者，他有这样的业，这个业障碍住他了，啊，他把那个业障碍住了，他过去所修习的智慧就会显露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业障，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烦恼障，那烦恼把我们障碍住了，那么所以你自然而然往烦恼那边想，往世间那边想，啊，那么如果你没有障碍的，你熏习出世间法，你就往出世间这边想。啊，就是你会习惯如理思维，啊，就会有正面的思想。那么如果没有呢，你的烦恼心重，你会习惯往负面的思想去想，啊，就是往不对的地方去想，不如理思维。那么不如理思维就容易造作恶业。那么这个是啊众生的一个不同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障碍我们不能解脱的，一个是报障、果报上三恶道很难解脱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就是，那你说那三恶道很难解脱，那我们办法会都要超度这些三恶道啊？那个是劝你发菩提心，观其实是这样而已，你没有真正能够超度这些三恶道的啊。那么第二个是业障啊，那你过去的业，那么你要了解，你现在不要再加重它，你不要加重它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烦恼障，那么三恶道。果报业跟烦恼都很出众，但是十二因缘或是讲缘起，叫你观缘起对治愚痴，不是对治三恶道的那一种愚痴，是对治人道中佛弟子啊。你佛弟子基本上你会来信佛，你会皈依佛，你会向佛学习，甚至依佛出家啊。那缘起基本上都是对出家众说的比较多，或是在家里面。他对佛法有正见有正信啊，那么他有真上法啊，就是他先修端正法，然后有真上法，然后再跟他讲这个出要法啊，就是出离生死的方法。其实所以说这种假设你要观缘起，你会修，你会听到缘起，然后呢观缘起，这种不是第一个，不是外道啊，不是世间的，是你即使是在家的，他都是先修端正法，那么想要真上佛才跟他讲这个出要法，他是这样子的哦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来观缘起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缘起啊。那么他佛陀既然跟你讲了这个缘起法，那表示第一个你是佛弟子，你是有心要解脱的佛弟子。啊，所以你就算再怎么愚痴，也不是像牛羊恶道那一种愚痴，有情众生的愚痴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一般来讲是这样啊，是说如果是在家的，因为我们说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
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啊，它不是在讲山河大地的缘起，山河大地也是缘起，但我们说过山河大地的缘起，啊，是依着有情，有情的缘起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最重要在讲有情的缘起，有情就是三界六道。那么三界六道里面不是在讲天，不是讲给天听的，天人听的，也不是讲给三恶道听的，讲给谁听的？讲给人听的。那么所以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有情世间嘛，啊，我们讲啊，这个世间里面有情世间主要是啊，这个我们要反复的确认。我们讲五蕴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国土世间，那么我们叫做气世间。好，那么五蕴世间主要在观于五蕴世间，但是佛法只要是对有情世间说的，啊，三界六道，这个是三界六道，但佛法不是对三，佛法是要度三界六道没有错，啊，要普遍于一切众生，但是并不是一切众生都能够听闻佛法，一切众生听闻佛法都会相信，一切众生相信佛法后都能够依之修行得解脱，不是的，啊，那么所以因为它这个牵涉到障碍的问题，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的问题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是对人说的，人才有五蕴啊，其他的不一定有五蕴哦，其他的不一定有五蕴，啊，那么所以对人来讲，蕴触界都是对人说的，所以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啊，这个世间是缘起的啊，等一下会讲，都是心缘起法啊，都是缘起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怎么观缘起？我们不要把缘起想得好像我们没办法认识，不是的，就是要讲给你认识的。佛陀不会讲众生听不懂的佛法，不会讲众生修不了的佛法，不会的，那讲来干什么？啊，讲来让你羡慕哦？啊，不是的，他讲的就是你听得懂的，你做得到的，你做了一定会有成就的，你做了你做不到，你听不懂，那讲了没有意义，你听懂了你做不到，那也没有意义，你做到了没有什么利益，没有不能让你得解脱，那也不用来讲，讲来做什么？佛陀讲的一定是第一个，他讲给你懂的，你听得懂的，他不会讲那个非常煎熬难，他跟你讲缘起甚深，那你说那你的智慧甚浅，那你就不用听啊，那你听来做什么啊？听来羡慕别人可以修我不能修，哦，不是的，别人听得懂我听不懂，哦，不是的，我们现在所以觉得深是因为我们隔了好几层文字上的障碍，文化上的障碍啊，那这个是一般的啊，就是文言文或是说这些名相太多了啊，因为到了部派之后把很多的佛法名相化了，每一个名相都含含甚深的哲理，所以我们当时要懂这些名相就有一点头大啊。那这个是文字上的障碍，另外一个就是印度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他们这样想是这样的意思，我们看这样是这样的意思，有时候会混乱去掉啊，所以有一些障碍，还有自己本身的障碍，就是什么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啊。但是真正的报障跟业障，真正的报障跟业障在三恶道啊，当然我们也有业障跟烦恼障啊，果报上啊，基本上佛法就告诉你，人是最能得解脱的，人是最能得解脱的，他有犯恨圣，有意念圣，有勇猛圣啊，他有这三种，这三种恰恰是最好修习佛法的。天人身殊胜啊，那么那个失一得一，失十得十啊，那这种殊胜，那身体高大，住的宫殿庄严，寿命很长远，这个跟修行佛法没关系。那我们的殊胜恰恰就殊胜在能修学佛法，能够依之得解脱，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缘起虽然深，但是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？因为你没有如理思维，没有烁烁思维，没有常常想，没有在境界里面你就观缘起，没有在身心里面就观缘起，你没有啊，所以你只要，因为所有的世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缘所生法，所以你只要在一切法里面，在你的身心境里面不离开身心境，那么不离开自他，
所以佛法最重要的三种缘起，身心互为缘起，这样的身引发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心又导致这样的身体，啊，就是身心互为缘起，色受想行识嘛，这个是五蕴，身心互为缘起。那么身心互为缘起，心境互为缘起，这样的心引发那样的境，这样的境产生这样的心，啊，所以心境这个是十二处，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是十二处。那佛法不离开五蕴十二处，另外就是有情跟有情之间，尤其是人跟人之间，互为缘起，你造成我的烦恼，你就是我的境，啊，我追随你这样的境，眼耳鼻舌身意对追随你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自他互为缘起，啊，所以我们才要种善根、结善缘、造善业，那么让这个好的缘起不要引发烦恼，因为我们在烦恼心所下，容易因烦恼而烦恼，啊，所以他要叫你观，就是叫你在六根身心观自己的身心，观心跟境，你能够知道一切是无常，一切是无我，你不追随这个境而起烦恼，你不依这个身而起烦恼，那么主要在这里。那么这个其实你常常想常常观，你这个就在观缘起，你不是说你不要误会说哦，我坐下来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反复念是没有错，缘起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你不是这样念，因为这里充满太多的，就是你隔了好几层山啊，你要知道一切世间他告诉你的不外乎就是这一切世间都是有为法吗，啊，上次讲的，那么这一有为法里面，它就是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。那么它为什么生？它为什么灭？它生灭之中到底是怎么一个相似相续啊？人家讲这个，那么你要了解，你去观察它。那么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必然有它的原因，必然要具足它的条件。那么这个叫做缘所生法，这个就叫做缘起法，啊。所以你缘起虽然甚深，没有错。啊，甚深是对那一些不闻不见不独立思维的人，那些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的人，那一些听闻到佛法不相信的人，那些相信而没有精勤致富，没有努力去如理思维、专精思维、硕硕思维的人，当然甚深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说哦缘起甚深，我们被他吓到，我们这一生，啊，那么。没有办法得解脱，不是的，可以的，啊，因为你不要自我，第一个不要自我局限，我只能到这个范围，跨了这个范围我就做不到，不是的，这样你就永远没办法。很多现在的佛教徒自我局限，把自己画在一个格子里面，我只能在这个格子里面活动，啊，过了这个格子我就没办法，不是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，啊，我们这一生受到末法的思想的影响，又受到净土思想的影响，我们变成自我局限了，把自己画在一个格子里面，我好好的在这个格子里面就好了，啊，那么这样是不行的，这样你当然对你来讲缘起甚深啊，但是如果你常常思维缘起，常常思维缘起，缘起，什么是缘起？缘起就在眼前，缘起就在当下，缘起就在你的身心变化当中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我们必须习惯常常思考，缘起没有什么，就是生命是怎么形成的，身心是怎么变化的，烦恼是怎么来的，业障是怎么业力是怎么形成的，轮回是怎么形成的？它不过就是对生命现象的剖析。对身心现象的分析，它其实就是这两点啊，生命现象无名行事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这是一种生命现象啊。这有情六道的生命主要是讲人啊，主要是讲人，无蕴是人，对人讲的，他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，你过去怎么样的力量导致现在的生命质体，无名复爱结系感得有此有事之身嘛，刚才讲啊，一样，这个是有事之身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体，生命现象的剖析。横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三界六道、三世十方都是这样，都是缘起。它主要在讲有情，
讲生命，不是在讲无情无生命的山河大地这样，不是讲这个，讲有情，有情里面主要对人讲，所以人基本上是五蕴六处六界蕴处界，五蕴是着重在心理的分析而已，十二处六处着重在生理的分析，感官面对外境，就是心境互为缘起，五蕴是身心互为缘起，啊，那你观啊五蕴观身。观身不见，观受是苦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，就五蕴的五蕴的缘起，你从这里观，我告诉你，你真的是坐下来好好想，不难不深，啊，当然，我们说不深，也不是说很浅的那种，像阿难讲自浅自浅，不是的。那阿难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他常常在想嘛。那对于不想的人，当然就很深啊。你没有读过书的人，久久成法都很难。加减乘除都很难，那你读过了，加减乘除不难，啊，甚至读到大学，微积分不难，微分积分不难，啊，因为你没有学，没有学就很难啊，你常常在学就不难，啊，你说像你出家众，啊，看一本《金刚经》，也可以说难，也可以说不难，那你对那些完全没接触过佛法的大学教授来讲，《金刚经》就很难，我告诉你，啊，那为什么？那你对于不懂佛法的人，《心经》就很难。那你对心经是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要义，心是要义的意思，就是般若的要义都集中在心经里面。那么你对于没有佛法知识的人，心经甚难；但对于常常在研读般若经的人，心经没有那么难，也难，但没有那么难。所以这个难的程度，这个难的程度是看你有没有。有没有多闻熏习，然后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欸，你要照着去做啊，他跟你讲不是让你天天念来给念回去给佛听的啊，我们就是有这种错误，念普门品给观音菩萨听，念地藏经给地藏菩萨听，念药师经给药师佛听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告诉你要你自己常常这样想，想完了想对了，要常常这样去观，这样去做，啊，那么你会了，你会了，那么你就越来，你的智慧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你对于佛法所了解的理论就越来越深，啊，那么我们说过，他对于所讲的人啊，佛法里面啊，这个心境互为缘起，身心互为缘起，心境互为缘起，自他互为缘起，那么他主要在对生命现象的剖析跟身心现象的分析。因为我们就是现象，就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现象，它一定是生灭的，一定是出现消失升起灭失啊，它就是生灭，在这个一切生命现象里面啊，你去分析它啊，这个整个身心现象的分析，其实它就是讲缘起啊。好，那么缘起的必然是无常的，无常的必然是缘起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必须要具足各种的条件，所以佛法里面讲无我，缘起故无我，无常故无我，啊，那么基本上，因为无常就是生灭，那么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，它就是一种生灭，啊，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对这种词，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还是弄不清楚，没关系。多闻熏习，多闻熏习之后，如理思维，那么你想不清楚，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啊，所以佛陀常常讲嘛，啊，但听佛说法之后，佛也是说简单讲，佛没有这样讲的非常详细，都是简单重要的讲。那么你听完了之后，你不懂，你要想，然后不懂再问，然后再思维，就是反复的如理思维，要择一进处，啊，我闻法后。啊，独一进处，自己一个人啊，那么清静下来，好好想这些道理，专独一进处，专精思维，反复的这样做，不放逸住，反复的这样做。那么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慢慢慢慢，你会觉得，嗯，你现在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，你现在修行的方向不一样了，你真的就是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脱，真的是这样。还有一个错误，我们会觉得，我们常常会觉得，那么。这个我们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不要求解脱，不对。
菩萨道两种，般若道、方便道。般若道以证无生法忍为主，要先具足智慧。具足什么智慧？有缘起的智慧，能够见缘起的智慧。我们有一个错误啊，比如说哦，行人间佛教，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人间行菩萨道，没有错。菩萨道是不离人间的，但是也不是就在世间的，就是说它是世出世间法。我们有三种法，一个叫做世间法，一个叫做出世间法，一个叫做世出世间法。大乘是世出世间，三乘、二乘、二乘是出世间啊，叫做阿罗汉、辟支佛。那么一般的凡夫是世间，世间法、善恶法啊，所以它是三界六道。菩萨常在人间，不是一业轮回，他是什么？趁愿再来。他凭什么趁愿再来？他已经有解脱的能力，有涅槃的能力，他不真正得解脱，他心已经解脱了。但是出果，正出果，他就可以得解脱，或是无生法忍，有时候就跟等同阿罗汉，他可以涅槃，他不涅槃。他可以完全解脱，他不解脱，他怎样来人间？不断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能力来影响这个世间还在做梦的人，还在迷糊的人，还在颠倒的人，那么影响这些人。那么所以他是趁愿再来，不是依业而来。那么来这个世间的众生就分两类啊，凡夫都是依业的，圣者可以趁愿而来，依业而轮回，还是趁是依业轮回，还是趁愿再来，是两本不同的。菩萨道是趁愿再来的，他有能力解脱，但他不急着解脱。为什么？那么多人都颠倒愚痴，等一下会讲这个。颠倒愚痴，不知道佛法，虽然修学佛法，没有掌握到佛法的心要，那么不知道次第，你不知道心要，你修不了；你知道心要，你不晓得次第，你也修不了啊。那么你不知道那个关键处，你不知道下手处，那么你没办法得解脱。那么你只是叫做混在世间而已。那么你说你菩萨没有，你根本就没有菩萨的智慧。你的悲也只是什么爱见为主的，懒爱为主的慈悲，不是真慈悲。所以大圣的三心，大圣的三心，第一个菩提心，要有成佛的心。你一般人发菩提心是要成佛，好，那么菩提心一定要建立在哪种？大悲心跟空性慧上，就是无所得心。所以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心，这个是菩萨的三心，用三心去行六度，这个是大圣的核心，依三心行六度。那么其中一个空性慧，就是无所得心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没有空性慧，你的悲是依自我爱、境界爱而起的悲，那个是世间的染爱。那么如果你有空性慧，你的悲这叫做大悲，因为无私，无私才能形成大悲。你有自私的，你只爱你的人，你只爱你想爱的人，你只对你认为可以对他好的人好，那么这个不是悲，这个是悲，但不是大悲啊。佛法的菩萨的悲心是大悲心，大悲心，大而无外，就是他无所拣择，他一定要建立在无私无我的心境上，他才有可能形成大悲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菩萨道的人会忽略掉空性慧，就是无所得心。这什么是空性慧？就是无我的心。那无我的心怎么来？从缘起中来，从关键缘起中来。那你要怎么观缘起啊？这上次我们跟他讲，就是你要从身心现象、心跟境啊，这一切现象里面看它的生灭，看它的缘起，看它为何而有，为何而有，因何而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么讲到最究竟，就是佛法就两件事。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？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？进一步了解了，我那个人为什么会受苦？我们怎么样让他不受苦？啊，就是菩萨道嘛。那你自己的苦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了，你能够去分析别人的苦吗？你自己的身心现象，你都不明白了，
你能够告诉别人你要怎么样分析身心现象吗？没办法。所以你一定要先熟练怎么分析自己烦恼从哪里来，业从哪里来，苦从哪里来。那么核心讲到最后最重要就是我见嘛，所以无明为始嘛，无始无明就是与生俱来的。那么有我见其我爱，有我见我爱，那么什么无明复爱结系，那么就会造作种种的业而感得这个果报身。那不同的业就有不同的果报，所以就形成三界六道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缘起。好，那么这里讲的啊，我们说这个五蕴最重，这个五蕴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国土世间，那讲到缘起，它一定是对人说的。那么这个人里面主要是佛弟子，就是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有情的重心在人类，人类里面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佛弟子，佛弟子里面又以出家众为主，其实是这样。那在家众他是这样啊，在家众先说端正法，那么他听了欢喜，而且可以照着做，能够做到了生欢喜心了，那么有上进的心，向善，这个是向善。我们说佛法的三个趋向，然后他还要再进一步。那有的在家中，我这一辈子幸福就好了，啊，我过的生活如意就好了。那你就让他这样，因为他没有在上进的心，他没有要这样。上进的心是什么心？出三界，啊，那么所以他还要有真上心，啊，如果他有真上心，就跟他讲真上法，那真上法，然后出药，跟他讲出药法。出药法就是出离三界最重要最主要的方法，什么？观缘起。缘起，那么观缘起，那么缘起里面跟他讲这个世间怎么样可以出离，出离的方法四谛缘起，竖着说是缘起，十二缘起，横着说是苦集灭道啊。那么所以中道四谛缘起都是在中道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有不无，都是在讲你见缘起之后那么的一个内涵，无我的内涵，都是在讲无我的内涵。因为我见是生死的根本，我见是生死的根本，生死的真解啊，那么就是生死的根本，无我就是解脱的关键，解脱的心要。所以你怎么去见无，怎么去证无我，怎么去断无我啊？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中道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这个是无我的内涵，无我的内涵。缘起啊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缘世间灭。我们不讲此故彼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此无故彼无啊。那么你的苦从哪里啊？这个苦怎么升起的？这个苦怎么消失的？这个是苦集灭道，他告诉你因果法，缘起就是因果法嘛。此有此是什么？此是因，彼有它是果，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佛法就叫做如是因如是果，啊，那么你了解了，如实知，如实知如是因如是果，就是如实见缘起。那么不离开身心境，不离开这个范围，啊，所以你了解了，所以佛法有时候会把十二处叫做一切法。啊，人家在讲一切法，那么你就会了解到你有一个核心，你有一个下手处。基本上，你早上一起来到你眼睛闭下来，这中间你看到的没有一个不是缘起法。那么你能从缘起里面看到无常生灭，那么从无常看到无我，那么渐渐你就从有漏慧到无漏慧。烦恼渐渐少了，执着渐渐少了，我见我爱啊，那么渐渐少了。那么佛法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，比如说出果断三界，身见戒禁起疑，身见是我见，是最初的我见啊，还有不得切的我见，萨迦耶见后面还有不得切的我见。好，就是分别我执后面还有俱生我执，但是分别我执断了，萨迦耶见断了，你就决定会解脱。那么如果是菩萨的话，他已经决定会解脱了，他不急着求解脱啊，他怎样？因为他决定不会造三恶道的业
正见真上就不会堕三恶道了，但是还不决定解脱。但是，你正出果断生见了，就决定得解脱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菩萨是发菩提心的，他不急着解脱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发愿的话，那么他会依他的业会升到天上，天上一生就几千年，啊，那么他没办法积极菩提之粮，所以他会发愿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来人间。那么行菩萨道，积极成佛的滋养是这样的，这个叫做世出世间法。他不在世间，也不出世间，他能够出世间而在世间，这个叫做世出世间法。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，啊，以为哦，我们要行菩萨道啊，不要去求解脱，不要你如果修行断了烦恼就求解脱。于伽师地论已经是呵斥这种说啊，菩萨不是不求解脱。菩萨只是不急着求解脱，他依然要在建立在解脱道的概念上的，要先有处世间才能有事。你都没有解脱的能力，你说我不解脱？你都没有钱，你跟人家讲我对钱看如粪土，你都没有钱，你当然这样啊，啊，因为你的钱跟粪土一样多嘛，根本没有人要嘛，没有的，不是你能解脱，你不求解脱，它的可贵在这里。你真的很有多，你真的很有钱，但是你真的不只取这个钱，啊，你会施舍，用你的钱来施舍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才是大乘佛法的心要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到人间佛教，或是讲到这个菩萨道，好像不用求解脱，人家是弘泛这个世间，啊，你是混在这个世间，那不一样的，就是你是一业轮回，你是不得已而来的，你是不得已而来的。不是我可以不来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发愿，那么你可能依你的善业，因为他一定会造善业，他不会造恶业，他一定会升到天上。我修天不升天，我也不升天，我就在人间，我也不会堕三恶道，我也不会堕三恶道，但是我也不升天，我就在人间，不断的利益众生，自他互为缘起，不断的告诉那一些迷失的人，那么让告诉他正确的佛法。皈依佛，啊，从此过觉悟的生活，也让别人过觉悟的生活；皈依法，从此过正当的生活，也让别人有正当的生活；皈依身，从此过清净的生活，也让别人可以过清净的生活。这个就是菩萨道。那么我们不要说哦，那菩萨道不求解脱，不求解脱就不用去观缘起，不用去观无常无我。错，不是这样。菩萨道求解脱，但不急着解脱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有很多对佛法有很多错误的方法、错误的观念，因为错误的观念其实就是佛法里面我们说正出果断生见，另外两个你怎么断生见的？你怎么断生见的？生见之外还有两个是什么烦恼？见取，就戒禁取，戒禁取跟疑。疑就是对于佛法修行的观念次第不了解，这个四谛对四谛有疑，疑是对四谛有疑哦。出果断三结，生见戒禁取疑，生见怎么断的？取决于你有没有戒禁取见，有没有这个疑，就是你有没有错误的修行观念跟错误的修行方法。这个是戒禁取，如果把它再分析，就可以分析见取、戒禁取，啊，那么是你虽然没有错误的修行方法，可是你也没有正确的修行次第跟方法，所以你对于四谛有疑，你不确定，那么你也不能断生见。你有错误的修行方法，那更不用讲，你依着错误。我们有两种错误：执持错误的观念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。错误的修行观念是什么？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。我们现在的，尤其是北传的佛教界啊，很多错误的修行方法。我告诉你，坚持错误的修行，我觉得啊，哦，我就一句经，一句咒，一句佛号，我念这个咒就可以灭业障，我念楞严咒就可以就可以灭一切业。我告诉你，你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你也不可能断生见。因为我们说过嘛，你用一顿的沙都练不出一个芝麻都有，你却坚持我的火力太小，我的沙的数量太少，
加大沙，加大火力。我告诉你，你练到死也练不出一滴油来。可是你坚持，像苦行外道一样坚持，你就不可能断生戒，因为你不会往正确的方向去想。这个佛法叫做什么？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。这两个如果你没有转，你没有转，你没有转，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得解脱。你可以升天，你可以做人，但是你不可能得解脱，因为解脱的根本在我见。那么你没有正确的方法，所以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，然后就是正思维，依正见起正思维。接下来后面正见正思维要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正语正业正命，就跟你的正见正思维必须跟你的身心结合。我们不是哦，我们念的经没有跟我们身心结合哦，啊，念完经之后就不关我的事了，啊，接下来有功德没功德，那个是菩萨的事啊，那个是佛的事啊，啊，那我只负责念，念完了他就负责给我功德，这个是很大的错误。我念一个从佛心起来的咒，他就负责灭我的罪，没有，你根本就不晓得身心如何造罪。你并不是因为你没念这个咒，所以你有罪。现在念了这个咒，你就罪就消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了解身心的缘起，你不了解业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形成的，要如何消失，这个就是苦集灭道啊。苦怎么来？啊，它的因是什么？集嘛。它怎么样形成这个苦的？苦，我有苦，苦是怎么形成的？哦，是如是如是形成的。那我要怎么样灭这个苦？哦，要如是如是的灭这个苦，它不就是苦集灭道吗？啊，所以你横着说是苦集灭道，竖着说，啊，那么是什么？是十二缘起。就近的说就是八部中道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要反复的去思考这些道理，反复的想，你慢慢慢慢，你就会觉得如是如是，修行是这样的。那你看到这个世间，你会觉得啊，世间的人就是起烦恼造业，他就是这样的轮回啊，众生是这样的。那么你慢慢慢慢，你就会有如是，法尔如是的感觉，真的啊。那你好好想，要常常想哦，你不能听了之后，听只是第一门开门而已啊。那么宝物还在里面，你还要走进去拿到这个宝物，你不是开门看到宝物，好，这些都是我拥有的，没有，还不是你拥有的。你可以去拥有，但你还没有拥有。你所理解的这些东西只是进入你的表层，还没有进到你的心啊。所以你一定要这个心要跟法相应，而不只是耳根闻法啊，一根没有法，那没办法，那这个法还是别人家的，还是佛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法随法行，即使是缘起这样的观念，你都要能够运用在生活当中，运用在每一个事件，不管是苦还是乐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的境界当中，你都要能够知道它有生有灭，它有因有缘。你知道了你就不会执着，你知道了你不会执着，真的不会执着。你如果你发现你对一个境、对一个人、对一个事、对一个物还非常执着，那就表示你没有在里面观缘起。谁会对一颗露珠执着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容易散掉，太阳出来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你会去收集露珠吗？不会。你会执着那个露珠消失了吗？不会啊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快就没有，很快就坏掉的东西，很快就没有的东西，你不绝对不会去非常的执着要收藏它，不会。那么你如果看这个世间都这样看，你有什么好执着的？就算你的身心你都不执着了，为什么？身心也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这样想而已哦，知道了要常常想，想清楚，想明白，那么你这样才有效哦，不然你的缘起观对治不了一次哦，啊，那这非常重要。好，那么我们说佛法主要是对人说的啊，对人说的。那么人里面的佛弟子，那佛弟子里面主要是出家弟子，那在家弟子是先修端正法，然后真善法，然后你闻到了佛会看哦，看这个人哎，对佛法的七，你五戒都持不好了，
我怎么叫你受八关斋戒？那么你五戒八戒你都不愿意了，你怎么可能叫你去受菩萨戒？那是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对世间那么执着，我叫你出家，啊，当然他有过去的因缘就可以了啊。那这更没办法了，你连五戒都守不好，我敢叫你出家吗？守那个250条的、348条的吗？那不可能嘛。所以基本上是先修端正法，那么在家出家都一样啊。那么你所得的法，你必须要能够运用在佛法里面，所以正见正思维会起，由正见正思维而起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之后才怎么样精进啊？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加功用行，那么怎么样？有漏慧得无漏慧，断烦恼。要先我们说过嘛，就先要调伏烦恼啊，那么才能断除烦恼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过缘起里面啊，因为大家会对缘起，第一个听到缘起。有一点陌生，但有一点熟，因为佛法常常讲缘起嘛，就好像无我，谁不会讲无我？谁不知道无我啊？就是说佛弟子啊，无我常常挂在嘴边嘛，叫做耳熟能详嘛。缘起常常听闻嘛，也是耳熟能详嘛。但是你真明白吗？你真了解吗？啊，你真了解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你就常常这样观，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做，那么。慢慢你会发现到缘起法就是核心啊，那么它就引导你观身心境，那一切的法不离开这三个身心境啊，不离开啊，我即我所啊。那么当你没有我所指，没有我所爱的时候，或是不要说没有，就薄的时候，薄是什么？你本来遇到这种不如意的境，你就会很生气，一直在想啊，怎么样报复？遇到很如意的境，你就一直要长期占有，那么它消失了，你就很痛苦；没有，你就很渴求，啊，那么从这个慢慢变成没有那么渴求，没有那么在意，没有那么生气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烦恼薄了，这个就是我所执薄了，啊，你已经变得不那么在意这个世间的生灭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到有，有到没有。啊，这个就是生灭现象，你看在眼里，知道在心里，没有那么在意了，不是不在意，是没有那么在意了，不是不痛苦，没有那么痛苦了，不是不贪爱，没有那么贪爱了，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来想这个，所以他说不是像牛羊这样的鱼吃啊，那他说。世人欲求实道，邪心观故，生种种邪见。那我们说这些邪见主要这两个部分，叫做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这个就不是佛法，你就说这个是佛法，佛就不是这样讲的，你就说这个都是佛说的啊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那么因为你相信佛，那么重点是这个不是佛说的，佛不是这样说的，你坚持这个是佛法，这个是佛说的。啊，这个是佛说的，啊，就之前有一个一个法师还跟我讲，啊，说这个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啊，大家知道这本经吗？啊，那么他说这个就是佛说的，里面说到什么呢？啊，左青龙右白虎这个的，就是方位啊，啊，地理方位的重要啊，可以帮你啊，它可以让你加这个财运亨通啊，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啊，你只要遵守这个方位，这个决定不是佛说的。但是因为他说前面有如是我闻，有佛说什么，他说这个是佛说的，啊，但是这个就是什么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。那么你坚持这样，那么这种错误的观念就让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什么？你只要靠这个地理方位就好了嘛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我们说过嘛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那么你只要有这种邪见，你就不可能啊，那么得解脱，你也不可能知道真正的佛法，因为你坚持错误的佛法，你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佛法呢？啊，所以对于四谛就有疑，或是完全不知、不明白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你想要得解脱，你想要得利益，但是你用了错误的方法，你坚持错误的观念，佛没有这样说过。佛时代就有了哦，佛时代就有了。
那么但是这个人坚持我是听佛说的，佛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去跟佛，有弟子去跟佛报告啊，某某某某人啊，那么像夜摩家阿含经里面夜摩家比丘就这样啊，他去听佛讲无我之后，他想成无我是断灭了，所以他就去外面跟人家讲，我亲自听佛这样讲，那么阿罗汉死后就断灭了，就没有了。然后他说这个是我亲自听佛说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佛他听佛说没有错，但是佛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认为佛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在他外面讲，就我听佛所说的啊，他亲自听佛说啊，大家会相信他，然后佛是这个意思啊，那么人家就去跟佛说啊，夜摩迦比丘啊，说佛是讲无我是断灭的，阿罗汉死后啊就都永远不存在了，佛说把他叫过来，明白跟他讲，我不是这样说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，我是说啊，正确的跟他说，佛在的时候是不是佛说的，问佛就好了吗？那现在麻烦了，佛不在啊，你要去问谁？大家都说他是佛说的啊，啊麻烦了，哎，你又坚持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也没办法啊，那也没办法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。所以现在后面的佛弟子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啊，佛到底是怎么说的，他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那这两个我们要先确定啊，所以才有四依嘛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佛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，那问题是那佛有没有这样说啊，那所以很多人都依的善知识啊，他的善知识各有善知识啊，祖师大德很多啊，啊，但是要先确定，这些祖师大德也都是依佛的，还要先确定，那佛法到底是什么？佛到底是怎么说？先确定这个，啊，那么佛法的整个核心理论是什么？啊，那么你了解了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找到正确了，你就坚持正确的路。但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我们都是在坚持错误的路，那想要达到佛说的目的地啊，不管是往生净土，不管是生人升天，五乘佛法嘛，人天啊，然后解脱啊，然后成佛啊，那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佛弟子不外乎这五个目的而已了啊，人天啊，那么解脱，那么这个声闻辟支佛，然后这个菩萨成佛啊，大概就这个叫做五乘佛法，你用错误的方法想要达到佛说的目的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不了解到底什么是佛法，那么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，执持错误的佛法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那么因为这样你才不能得解脱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他这里说啊，这个生种种邪见，如是愚痴人啊，就是说你现在告诉你正确的，他不是像牛羊那种愚痴，他是有头脑会思维，只是他走错路而已，要把他牵过来告诉他你这样是错的，你应该要这样想，佛是这样讲的啊，就好像夜摩迦想错了，把他搞拿回来跟他讲，像禅陀啊，禅陀一直以为无我就是断灭，他常常听佛说法，那阿难把他拉回来跟他讲，佛说的是正见世间起，不着世间无见，不着世间无见，正见世间起者不着世间有见，正见世间灭者不着世间无见，非有非无的中道才是佛说的无我，不是你说的那个无我，那谁得无我，谁证无我，谁见无我，那个已经是断灭的观念了，那把他拉回来，他不是，他是愚痴着邪见，但他不是完全像牛羊那种不会想的邪见，不会想的愚痴，那不一样。那我们佛弟子都会想，只是想错了。所以你必须要拉回来，用缘起正确的观念去想这件事，想我们的身心，想我们的境，想我们的烦恼怎么来，想烦恼怎么消除。我们烦恼怎么消除？我们就说嘛，念佛、念经、念咒、拜忏，就用这四个方法来消除而已啊。但是烦恼，你要知道烦恼怎么来的？烦恼是因为你没念经所以有的吗？所以现在念经就消失了吗？罪是因为你没念咒所以有的吗？所以念罪就消失了吗？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那不对
啊，那么你应该要知道烦恼怎么来，怎么形成，怎么样消失啊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缘起，缘起基本上是对有思维的，因为你坚持，你只要把那个坚持换过来就好了，坚持正确的而不是坚持错误的。那所以你现在就这样要分别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，你仍然坚持，仍然坚持，仍然相续，但是用正确的方法坚持相续。我告诉你，那么这个就是佛法要告诉你缘起对治愚痴的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